新北市民政局每年都会发送传奇住院金产子吉祥物，而每次活动呢，清晨不到五点，市府一楼大厅就会拉出长长的排队人龙，而数百对夫妻呢，从大厅排到门口，就是希望能够抢到限量500只的金产子。金蚕子谐音金神囝，在民间习俗上相传有助孕的效果。之前新北市长朱一伦每次参加完动土典礼，都会有人立即趋前拿金蚕子找他签名，而且越签越多。曾经有一次签到30几只，相当的抢手。大家对于这个金蚕子都是疯抢的，原因是它的谐音是金蚕子金神囝，所以大家都引起市民非常热烈的欢迎。那我们从101年啊，就是推出我们69公分我们这个传统民俗代表富贵的金蚕子之后呢，事实上是受到市民很大的欢迎。那今年我们也预计啊，全年度将发出500只的金蚕子，都要祝我们所有的市民啊，赶快来结婚来生子。是否了解到民众需求，为了鼓励生育，就有特别依风水鲁班尺吉数制作金蚕子，全长69公分，象征富贵。红色的握柄象征鸿运当头，中段圆木16.2公分，象征天丁。一推出即受到大力好评。民政局提醒民众，领到金蚕子后，依照民间的习俗，可以选定良辰吉时，将蚕子放在床下。若想求生男，就正面朝上；求生女，则正面朝下。依照我们鲁班尺的一些吉数的设计啊，全长69公分代表富贵，那看到这个红柄头就是代表鸿运当头。那整个的金蚕子制作完成之后，还会经过我们的祝生娘娘来亲自的来加持，都要让我们的市民啊拿到金蚕子赶快来生子。至于使用方法的部分，我们都是把这些铲子放在我们床底下。那这个铲子如果是这个柄头向上的话，代表生男的；那柄头向下代表生女生。那这大概都是我们相关习俗，我们习惯的一些用法。这次10月份的联合婚礼，新人们就会收到金蚕子，希望每对夫妻都能增产报国。另外，今年底到明年初，市府民政局预计还会再次发送限量的金蚕子，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注意市府民政局官网留意发送的讯息。谢凤祥，市府长报道。